自1991年 Gibson 开展了 Custom Shop 定制服务，一直在寻求如何精准复刻古老乐器。在外观、音色、配置方面满足音乐人对黄金时代的复古乐器的追求，但是充满个性化的吉他手并不满足于此，继续推出了 Make to Measure 简称 M2M 量身定做系列，允许用户挑选配置，从琴体贴面、颜色到拾音器、旋钮等， Gibson 都能帮你实现。